中花烟沿途给黑咖啡通闪闪滚红黑带文化节今年就地运清用的运安强来记下今年用运清红下牛神戏来做主题安排了一系列的艺文表演同天然沸通带领用词对闪闪滚红的信用来认识自家的黑咖啡三姨妈妈在台风热情的跳舞比神神国服和大文化节来开创现场和游客方天下不通有对策发布评价韩国国关游戏大部案内带着民众本人是远景雄韩国远景同客家的关系还不错加了什么料啊然后有那个香味永靖哦，因为以前那个客民啊，他们会发生械斗，然后所以居民判那个永靖，希望永靖就永久平静，所以才取名永靖。由中华烟神神酒店、神神国风包等等台办嘅神神国风学大文化节，今日领导袁振强由210年历史嘅粤文共同结合，主办单位中华烟神神国风客家文化协会，为邀请嘅其他神神北嘅重要嘅成员，到粤文共同组合向阳文化烟。200年前，咱这里客家人吼，咱这葫芦客吼，迄个时阵。就已经合作客队啊，所以今年是咱永靖在地啊，特别加好名做客队文化节。咱未晓讲客家话，但是咱嘛最少有一挂会晓听，爱晓文化是安怎来啊呢？永靖建街啊，到今年也刚好是200年了，所以今年的这个客家文化季的活动啊，在我们这个永安宫广场来举行啊，非常非常有意义。除了呈现了我们客家文化，也呈现了客家精神。主办单位表示，神神国风学大文化节的发动目的，就是打破神神旧界、神神国风庙等等来攀，按本国强庙之间相互联络，为希望提升强镇街道的客家意识同认同。客家新闻李贤龙综合报道。